好在同伴及时拽住了绳子，大漂亮这才保住了命。同伴劝他赶紧上来，可大漂亮坚持到井底查看。随着绳子的不断下滑，大漂亮也终于到了井底。接着他赶紧戴上防护口罩，迅速开始组装工兵铲，开始疯狂的朝井底挖掘。不到三秒钟的时间，井底就被他挖了一个大洞，洞里浸透出大量的清水。大漂亮见此激动坏了，于是赶紧拿出试管打包。可就在这时，水井上面突然传来一阵枪声，随着腰间绳子的滑落，上面的同伴倒在了水井旁边。这让大漂亮心惊胆战，却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地面上敌军正在严刑逼供，追问大漂亮到底躲在哪里，可同伴却无论如何也不肯说。随后彻底失去耐心，居然直接给了他一梭子，接着开始进行地毯式搜索。看着脚边的荧光棒，大漂亮赶紧挖坑将它埋进土里。谁知下一秒，敌军居然开始拽井口的安全绳，这可把大漂亮吓得不轻。毕竟安全绳的另一端正死死地绑在他的腰间，这下大漂亮可危险了。